真的，一个年纪大的，三个年纪轻的小姑娘。现在你们还来把他门撬成这样，我不知道这是要撬还是做。人家都已经去隔离了，我真不知道要撬这个门是为了做。撬门的人，你走了还撬？谁撬门啊？撬这个门的作用是什么？谁撬门？谁撬的？谁撬的门？大哥，撬门师傅过来呀、啊！谁撬的？没撬，但是有胆撬，现在有胆胆量站出来吗？谁说你要去把刀站出来？不是，不是，陈警官是吧？韩警官是吧？陈警官今天他有其他的啊。我们陈警官都很熟了，来经常新来的都是自己的邻居了，都是街坊是吧？这我新来的领导。防御我们都配合，但是不能把人往隔离点带呀、啊，希望我们都阳了。我们都陪人不出门了，我今天志愿者，我也知道你是来配合我，还让那句话听我说，你都不能执行，因为你是听楼长说，听楼长说，先听楼长说两个，听楼长说话，先听楼长说话，别听楼长说话，人民警察不过来，听楼长说，我们不暴力，我们绝对不暴力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对疫情非常不满，但是我们是住户，住在这里的住户。基本的要求，事实根本就没有。政府在这里面能够体现出来的，无非就是核酸跟抗原，免费给我们做，真的就是免费给我们做。但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免费给我们做，是不是我们能够接受的那种免费？还是我们纳税人的钱？我们劳1250个人，1250个人，对吧？警察同志去哪里了？今天这两天为了配合，今天为了配合防疫，明天为了配合防疫，管事去哪里啊？把我们这1250个人转运出去，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做法。为什么？人员太多，对疫情也不利。但是就今天这个1215四个人，下午都已经走了，这个房间是空房间，再要去撬门，再要去给政府什么样一个答复？打工打。